你笑我笨，我承认对爱我没天分，但你应该知道我会为你奋不顾身。或许我不像别的男人那么聪明沉稳，但你应该明白我的真心有几分。在我这一生人最多人问下我的不是你好吗，是喂你盲的盲，你又不会出街啦。是啦是啦是啦，就是这句说话啦。其实我很想告诉他盲都可以出街的，不过我都没有讲到，因为我除了盲之外还是哑的。我在这间医院住了很久，很多人我都认识的，前面来紧好大阵走尾那个就是 Q 王 Sir 咯，出晒名叫糊涂醉猫啊。梗系知道，其实我喺门口都已经闻到你阵香水味啦。呢间医院仲俾宿舍我住噶，点解？因为我喺度做嘢咯。做乜嘢？就系将啲医生平时口述嘅资料做 file。我有呢份工都系多得香港有平等条例，人工都唔错噶。呢间医院有好多唔同嘅医疗试验，所以我都参加咗一个医治失明人士嘅康复研究。虽然这个试验到现在都还未成功，不过 Dr. Wu 和秋兰姑娘都对我很好的，尤其是秋兰姑娘。我小时候不是盲的，八岁那时候跟家人在台湾来香港住，读书的时候全校成绩最好就是我，天才嘛。Form 2那年对眼都有点不妥，成日流眼水，看日青青红红的。有一天我约了全班最靓嗰几个女同学去游水，咁好机会仲唔表演花式跳水咩？仲系高空嗰只添啊！点知跳入水之后，对眼好痛，仲流咗好多血添。送到去医院已经太迟，证实咗视网膜已经脱落。嗰阵时我知道自己已经盲咗。喺嗰晚，医生仲话我有脑膜炎并发症，最后连讲嘢嘅能力都冇埋。后尾。我家人就一个一个咁离开咗我。诶，前面好嘈嗰个就系我老友珍宝珠啊！鬼嚟啊你啊，行路冇声嘅。喂，行领亲啊，最中意啊，快啲隔篱。又落咁鬼多盐，咸死你啊！分几次饮都唔得噶，成日一啖饮晒，啃亲你啊！好啦，到你啦啊！唔使飞嚟飞去啊，乖啦，唉，实有做咩啊？啊？雀仔呼吸有问题？你条气唔顺系嘛？唔系佢条气唔顺，即系你十几年都唔知你识听唔着啊？做咩啊？便秘？识得几好啊？便秘？做咩啊你？啊？讲咩啊？喂！喂喂喂喂喂！哇！你冇傳染我雀仔啊！你冇搞我哋雀仔啦！嚟搞我搞我咧！我嚟搞我！嚟嚟嚟！交功課交功課！誒，算啦算啦！琴晚發夢，又夢見個死女，成口泡，死咗一百遠，乜鬼用？都係你好。哎呀！做咩你？啊，排队练骨啦！排队练骨唔使做啊！你出粮俾我啊！我出粮俾你噶！洋葱头，洋葱头。咁喺呢个新闻专辑之后咧，又翻咗嚟我哋嘅节目里面啦。咁喺下一个环节咧，我哋会介绍啲香港而家流行嘅新闻。细细个我就好想打电话去电台讲嘢，因为自从我盲咗之后。都是靠收音机去认识这个世界。喂，电台。喂，讲嘢啊。家业夫。喂，杨宗棠问我得好犀利。犀利啊！佢一个比普通人更加坚强的男仔嚟噶。好似上次佢呕咁啊，都冇叫我哋帮佢嘅，仲成日攞呢样嘢嚟开玩笑添啊。我发现咗一样嘢啫，你平时唔系点讲嘢嘅，但一讲到啲病人，你成个唔同晒。
其實你中唔中意聽啲管樂啊，或者 jazz 之類嗰啲嘢？少少啦。咁你覺唔覺得聽古典音樂或者識吹 saxophone 係啲好扮嘢嘅事情？都唔會啊 ，saxophone 幾好聽啊！好好聽就得。其實我識吹嘅。讀書嗰陣時咧，拎住支 saxophone 吹嘅時候咧，啲朋友梗係話我扮嘢啊！啲外國人拎起嘅時候咧，就話佢特別有型、崇洋。所以咧，我嗰陣時練 saxophone 咧，成日要匿埋喺廁所裏邊練，咁導致到咧，我而家吹 saxophone 咧係有啲味道。我諗我撐得太遠，我有兩張今晚演奏會嘅飛，你有冇時間去睇啊？唔好啦，就快熱衫，我唔想淋你衰啊！啱嘅，緊要啊！下次先啦，橫掂失敗乃成功嘅媽媽。今次系秋兰姑娘第十三次帮我剪头发，其实我都唔系好贪心啫，我净系希望呢一生人有863次，好似而家咁就好啦。喂，谂咩啊？瞓着咗啦？我买咗啲苹果俾你食，有食嘅话。哇，你好嘢喎！记得我生日，我讲过一次啫，多谢。今日有人話我把聲咧似外公喉喎，唔知係真嘅。我聽人講咧，一個人有一種缺陷嘅時候咧，上天一定俾翻一種優點佢嘅。好似你嘅身材唔好咁咧，通常咧就有路嘅。個樣唔靚咧，把聲就好聽。但係點講乜嘢都冇嘅，仲要你肥添啊！都係你，俾埋啲糖我食，好好食。喂，你有咩優點啊？咁又系，你优点咁多，又睇唔到我样丑，又睇唔到我身材肥喎。同你讲嘅秘密，你又唔会同人讲翻出去。所以我同你一齐咧，特别有安全感同埋有信心噶。你我唯一嘅倾诉对象，或者啦。不过如果你唔想听嘅话，话俾我听喎。真系唔想听啊，唔好听添，好难听，唔中意听，哼，唔准出鼻哥啊！同你讲下笑咋，唔使咁紧张喎。喂，你听唔听到啊？琴晚啊，我听到佢吹啦，唔知点解咧，每次听到嗰人吹 saxophone 嘅时候咧，我所有唔开心嘅嘢咧都唔记得晒啦。雖然 Doctor Wu 識吹，但我硬係覺得都唔係佢。佢冇理由吹得咁好聽啫，我有幾次我都想走出去咧，睇下邊個吹噶，但我驚佢哋話我八卦喎，唔再吹俾我聽點算啊？係咪你？仲唔係你？識吹。saxophone， 咁系边个咧？好高兴收到头先嘅观众好远打嚟嘅电话，讲咗佢自己感情嘅困扰。而家我都为佢好高兴，希望佢以后日子都可以同佢爱人永远喺埋一齐。我喺度衷心咁祝福佢哋。如果大家有咩感情嘅问题嘅话咧，可以打电话俾我噶，我哋可以喺空气中倾下。快啲打電話嚟啦！解決你嘅問題，我喺度等緊你噶。
其实我好细个就识吹 saxophone 噶啦，因为我爸爸系台湾管弦乐团嘅成员，由细已经同佢一齐练习。后屘我喺盲人学校都成日有表演噶。自从秋兰话好中意听 saxophone， 我就成日喺夜晚偷偷咁吹俾佢听。我唔系唔想俾佢知系我吹嘅，不过连 Doctor Wu 咁有学识嘅人都唔系佢心目中嗰种类型，更何况系我。都是无谓破坏他心目中的理想，用乜嘢他连头发都不同我剪，当时就惨了。咖啡好飲嘅人嚟噶，通常啲人都有談冇賺嘅。不過你永遠都支持我嘅咧。喂，琴日聽咩到啊 ？Saxophone 喎。啊，琴日一講完我唔開心，就即刻聽到 Saxophone 聲。又會次次都咁啱嘅。喂，流星啊！喂，聽咩到啊？聽咩到啊？流星啊！我個知咧，你咁多點邊睇到喎？不過唔知最快嘅速度去咗兩個願望，係咪好貪心啊？講你聽，好啦，見你都有份，聽住咯喎。第一個願望咧，就希望你隻眼快啲好翻，可以同我哋一齊睇流星雨，好唔好啊？第二個，好啦。又讲你听啦，第二个咧就系讲你听，唔准扁嘴，唔准捉地啊！喂，知流星雨系点样噶？唔知啊，等我讲你知啦。流星雨咧就好似烟花咁样喎。我有冇睇过？我吹牛啊！喂，如果你见到流星咁样喺你面前飞过，你估你会去啲咩远啊？两个又系，哎呀，得啦，肯定系嗰啲怨天下蛮人得到医治啦，好伟大啊，真系。咁第二个咧？快啲讲，第二个，快啲讲吓，嗱唔系我知你噶，快啲讲，快啲讲啊！第二个系乜嘢啊？讲啊！哎呀，烟 call 我啊，等我啊，换件衫先。让我给你幸福，让我的
好似睇到嘢咁嘅，呢个边度嚟噶？我唔系发紧梦啊！杨希聪先生，请过嚟呢边排队。吓？咩？望咩望？有阿婆入唔得啊？恭喜你，你中咗大奖啦！你就系第600亿个人由地球去北极星嘅。中奖？发梦都中奖？你唔系发梦，呢度系去北极星嘅中转站。吓？我谂起佢都知嘅。我真系发梦。我都话你唔系发紧梦啊！你望到我嘛？系嘛？讲嘢，你讲到嘢噶啦，讲。真系啊！你唔记得咗啊？有啲撞车，你死咗噶啦。人死咗咧，就会离开地球，去第二度叫北极星，继续我哋嘅人生旅程，学更高嘅智慧。每100亿嘅人一个奖，可以有一个心愿。你想要咩？我想翻去，我而家唔想死住啊！估到你系咁啊！以前嗰5个100亿咧都系咁，但我唔可以俾你翻晒。不过你可以翻去，你有5日，5日都好。你听埋先啦，喺呢5日里边咧，你本身就好似冇变，但系其他地球人睇翻你咧，佢唔知你系边个，因为你借咗人哋嘅壳同埋嘅声，所以佢哋唔认得你。仲有呢个规矩。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讲关于这里的事情，还有提你过去真正的身份。就算你想讲呢，你都发觉你自己讲不到了。那就是好像现在这样可以看到东西讲到东西啊？可以。你有没有想清楚？我之前那5个人回到去之后，回到来都后悔揀了那个心愿。不会，我不会啊。只要让我见到他，咁就唔会净系听到佢把声，闻到佢味道，我可以睇到佢嘅眼神，佢嘅一举一动。就算我去到北极星又盲又哑，我都冇所谓噶，因为系佢令我知道乜嘢系真正嘅快乐。我咩时候可以翻去啊？多徐叔，多谢你啊！我都多谢你，因为你同我讲咁多嘢，你好鬼闷啊，大佬，你知唔知啊？冇事冇事，其他地球人眼里边睇见你咧，佢唔认得你。你真系冇嘢啊？真系冇事。王 Sir， 你又饮酒啊？成身酒味，眼科楼上一楼，系啊。
周姑娘，你系周姑娘？哇，你香水好香啊！你一定系周姑娘啦。你喺边位啊？有咩贵干啊？唔好意思啊，我想问秋兰姑娘去咗边啊？佢喺下边小巴站，去紧坟场参加朋友嘅葬礼。边一个啊？咩啊？我系话边个？我喺呢度住过，可能我识得佢噶。佢叫洋葱头喎。洋葱头，我今日几多号啊？今日11月14号咯。11月14，哇，原来仲有十日噶啦。冇嘢啦嘛。冇嘢，唔该。诶，周姑娘啊。有咩事啊？冇嘢，我系想讲，你着制服个样好睇啊。我都知咯。去坟场啊，嗬？系啊。林姑娘，唔该晒。啊，五姑娘。Joe Chen， 系啦，陈姑娘。等阵啊！秋林姑娘仲未上车。秋林一早去咗坟场啦，你唔知咩？哦。呢把声一定系秋兰，佢好靓啊！呢个梗系角头乌啦，吓揽住秋兰嘅。喂，做咩？哇，你做乜咁伤心啊？你同佢好熟噶？唔系好熟嘅啫，你踩到我只脚好痛啊！诶，喂，你道歉都唔讲真系走噶啦？对唔住，唔紧要，你贵姓啊？我随便得啦。阿徐生，你同杨葱头熟？我同佢，佢就系杨葱头啊？吓，乜你都唔识佢噶？唔系，不过好耐冇见啫。哦。啊，你有冇镜喺身啊？有。我哋似唔似啊？唔似喎。啊，佢靓仔啲定我靓仔啲啊？梗系有睇啲啦。真系好啊！俾我翻嚟，仲俾咗个靓样我添。从来冇人咁讲过我噶喎，多谢。周木珠，我挂住你啊！哇，你鬼嚟噶，喉咙冇声嘅，唔识你啦。你唔识我，但我识你，我系洋葱头好朋友啊。葱头，我洋葱头十几年朋友，佢个朋友之后我朋友，未见过你喎。我系佢好耐以前嘅朋友，我都系台湾嚟噶。哦，你系台湾嚟嘅，书友。系啊，你点解唔去参加佢葬礼啊？费事啦，我忍唔住喊嘅。系啊，好啦，走啦嘛，你点啊？我想留翻一阵。都冇乜嘢啦，走，我上咗山门啦。
字文。我想揾卓志文先生。出山行开咗，有咩事可以帮到你啊？系咪想买保险咧？想问佢，我买保险，如果我死咗嘅话，你哋公司会唔会赔钱俾受益人噶？梗系有得赔啦，仲使问？会赔几多啊？买得多就赔得多噶，系咪想加单咧？我有好多时间，不如坐低饮杯茶慢慢倾啊。唔使啦，我想将赔款交俾受益人，因为我嗰个朋友，即系同你哋买保险嗰个，佢已经死咗啦。啊，死咗？卓志明放一大假，有咩事啊？三五七八九日再打电话嚟啦，系咁啦。喂喂喂！又有大把时间嘅，饮杯茶都得添。三五七八九日，我惊我冇时间啫。我叫卓志文，呢张系我的卡片。其实我仲想投啊。我叫卓志文，呢张系我的卡片。我叫卓志文，呢张系我的卡片。我你你边个啊？我叫卓志文，呢张系我的卡片。先生有咩啊？咸面七唔该。咸面七老细。我自己来唔得噶啦。平時老師又揾我嘅，揾親我都係做唔多。其實嗰度女護士宿舍嚟㗎。林姑娘，水啊！唔該，姚夫。識唔識嘅？我以前有好多嘢想同佢講，但而家見到佢，竟然一個字都講唔出口。卓森。啊？係，你哋保險公司揾我有咩貴幹？係咁㗎。你有個朋友楊希聰，即係楊鐘頭啦。他申請我哋公司買一份保單，受益人是余秋南，你是余秋南小姐啊？嗬，你個朋友都幾得意啊，嗰個花名都好玩過人嘅，洋葱頭。好好笑咩？
按照慣例，我哋有啲問題要問你先決定陪唔陪。你嘅職業係見習護士。見習護士，你哋識咗幾耐啊？一年零二十六日。哇！你記得咁清楚啊？二十六日你都記得，你哋咩關係啊？我嘅意思係話，你哋咩程度上嘅朋友啊？普通朋友啊？親密朋友啊？定係情侶啊？我點解要話俾你聽？因為呢樣好緊要㗎。如果你同佢係情侶關係或者係親密關係嘅話，佢可能自殺，然後將啲錢留俾你咧。佢唔會自殺㗎，楊春頭唔會咁㗎。佢比每一個人都堅強啊，係充滿生命力同埋希望㗎。繼續講。仲有一樣嘢，你同 Doctor Wu 其實係咩關係啊？你中意邊個多啲啊？你究竟係咪保險調查員嚟㗎？我中意邊個關佢冇得咩事啊？因為有可能是你可能跟多多一起害死楊聰頭。嚇！我自己講咩啊？我真係呷醋呷到癲咗啊！卓志文先生，你都算我見咁多人之中最討厭、最衰、最卑鄙、最賤格嘅人啦！啊，秋蘭姑娘，其實我，如花毛巾。有一樣更精㗎，你最好睇下醫生，檢查下啦。天啊！你唔可以同人講你真正嘅身份，就算你想講，你都講唔到。我頭先真係覺得好似同你一齊咁啊！同你在一起咧，難人都順口啲啊！喺餐廳嘅事，我好對唔住，但系我真系唔知點解釋好。其實我就係洋葱頭，即系卓志文。我咁講，你會覺得好荒謬，不過係真噶。人死咗唔會消失。只是去了另一个地方继续生活。你还记不记得你总共跟我剪了十三次头发？有次还剪到我右边的耳朵流血。你还问我痛不痛？除了写道歉卡之外，我为了双重保险起见，我特别录音给你听。我是洋葱头，你真是卓志文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知道这样说很荒谬，但你记不记得我死嗰一晚，亦即系你睇到流星，你许咗两个愿望嗰一晚。哎呀，嗨，仲未有嘅，多谢你啦。我今日放十点一齐食饭啦。食饭啦？我唔得噶。哦，咁宵夜都得噶？唔好阻住你啦。哦，唔阻嘅，真系唔阻，我冇嘢做嘅。你有冇变翻你烦我啊？搞错啊！你好小气噶，俾咗人你要攞翻。喂，我几时话送俾你噶？你睇，搞成咁样，顶烂晒啲花啦！对唔住，我知啲花送俾秋兰噶。嗰日咧，坟场眼神已经讲得好清楚，但系今日放假，虽然懒咗，但系老婆都唔介意嘅。送俾你啊！我连我啊？真系送俾你噶。我明嘅。多谢，我今日好开心啊！我希望你都系啊，你会见到佢噶，佢喺佢家姐度啊，个地址系。我知噶啦，佢以前同我讲过。多谢。我读书啦嘛。
先学游水啊？以前伸你个头喺个洗手盆嗰度啊，你都呱呱叫嘅，你唔系怕水嘅咩？以前就因为怕，所以咩都唔敢做，到想做已经太迟啦。所以由而家开始，越怕嘅我越要做好佢。等等下，我攞支笔嚟啊！吓？你讲啲嘢咁深，唔攞支笔抄低佢点得啊？我点啊？你个人啊，梗系中意人嗰阵时又唔敢讲，而家想讲就太迟啦，系咪咧？好啊，喺呢度啊，前面禁区唔入得噶啦，300蚊。仲有几远啊？冇几远嘅咋，呢条路跑冇几耐到噶。哦。做咩啫？问你样嘢啊！我一向识嗰个好坚强嘅妹，究竟发生咗咩事啊？多谢你真系我家姐，我真系唔算，冇就算啦。乜坚强系赞美嚟嘅咩？我仲以为系表示人脾气曳。喂，你想讲嗰阵时都记得揾翻我。等我，你身体弱紧，太好，以后都当我太后好啦。Doctor， 真系俾我估到你喺度，我谂住顺路离开呢头咧，咁顺便入嚟撞下见唔见到你，点知真系咁好彩。顺路嚟我呢度要成两个钟头车程噶，你去开边度嚟啊？呢头近机场啊，呢头机场近啊嘛，我头先送机啊，咁所以唔顺路咯。你好肚饿咩？点解去机场送机买咁多嘢食嘅？机场啲嘢平啊，最近，所以咧我又见啊。得啦得啦，我家姐。系，其实我系特登入嚟揾你嘅，我怕你一个人喺度乱谂嘢，又怕你冇心机食嘢，所以特登买一啲有啲营养啲嘅嘢入嚟同你食啦。谂住我摆低咗之后坐一阵添就走噶啦。咁既然咁特登，就入嚟坐啦。兩位一早咧有定唔神嘅，做咩啊？家姐你好，你好你好 ，B B 你好，佢好鬼曳噶，喺入邊咧又跌泳咁樣，人都砰砰聲。你都幾好人噶嚇，我哋住到咁遠都入嚟探佢哋嘅。順路啫。順路咁不如喺度食餐飯咯。好啊。我妹咧有好多嘢想同人講啊。阿秋蘭，我幫你拎一重啊，考慮清楚未？你会唔会冲动一啲？其实你入得呢一行，应该预咗呢啲事情发生。我谂翻起好多年前，我见到我第一个病人死嘅时候，我谂法同你完全一样。但系后来我话俾自己听，有好多事情系喺我控制范围之外。如果你因为咁而放弃嘅话，你当初根本唔应该入呢一行。家姐，吓你唔冻嘅咩？攞啲冷氣嚟做 facial 啊！黐，啱啱降落氣肉。你家姐幾得意嘅啫。係啊，佢星座仲夠簡單。咁你咧？我知你頭先講乜嘢。冇錯，我以前聽啲師姐講，見到啲病人死咗，朝早去啲產房見翻啲啱啱出世嘅 B B 就唔會再心噏。不过佢唔系普通病房病者嘅病人嚟噶，佢系人中头。有冇明白？以前我都唔信，但系原来发生咗喺自己身上系完全两样嘢嚟噶。算啦，冇再讲。你讲咗出嚟啦，系会舒服啲嘅。不过你放心啦，我唔会话走就走嘅。点样我都会做完你，当系俾啲新人熟悉下环境，适应下你啦。
你俾啲時間我。嚇？我話你俾啲時間我，我諗我可以改變到你嘅諗法。多謝。同你講完之後舒服咗好多。嚟緊。係邊個啊？個妹。係啊。今日真系熱鬧啦！估唔到我呢度咁僻，都會有咁多人嚟啊！你係信路噶？唔係，我係特登嚟揾佢噶。咁啱啦，我都有事揾你。嚇！真係噶？我打個電話俾你，你公司人話你放緊假。上次唔好意思啊，而家我想要翻啲保險金。洋葱頭留俾我嘅嘢，我係唔會要噶。但係。原來你做保險噶？點稱呼啊？我姓卓。卓先生，件事听落好似越嚟越复杂喎。你又咁好人，咁远都走入嚟赔钱，不如食餐饭啦。好好好啊！诶，咩嚟噶？你而家睇啊，你睇咗就会明噶啦。我迟啲会睇噶。卓生。卓生，系你啊！啊，卓生，你都好勤力喎，放紧假咁远都入嚟搞份保单。我想尽快帮杨钟头了一件心事啊嘛。诶，多多乌，你都好勤力喎，你又放紧假。卓生，我谂我哋未见过面噶，你点知我姓胡噶咧？我哋冇见过面。不过我哋做保险调查，咩都要知噶嘛。因为杨钟头写得太突然，所以我哋都要调查佢身边啲人。唉，唔好意思，职业病，靠估嘅啫。阿卓生啊，你嘅面色唔系几好啊，你嘴唇带紫，你有病。我建议你去 check 一 check 啫。我好专业噶，我唔系靠估嘅。头先咧，我等阵走去排队咧，买咗个 cheesecake 翻嚟。我谂住食完翻去做甜品，试下食咗人会开心啲。秋兰唔中意食芝士啊，好讨厌嗰种味。佢中意食生果糖噶，而且净系八角形彩色罐嗰只。哇，你都好犀利喎吓！做保险嘅人，人哋中意食咩你都查埋噶。我唔食芝士嘅。你点会知道我咁多嘢噶？你仲查紧我啊？你咪以为我害死佢啊嘛？唔系唔系，我唔系咁嘅意思啊！我唔系咁嘅意思啊！其实我就系杨，我发羊叫啦！家姐，有冇拖鞋啊？咁多女装啊？几时可以喺呢度去最近间医院入最快嘅时间？秋兰咧？翻房啊！你头先见到佢好嬲啊！我唔系有心噶，我真系冇查过佢，唔该帮我同佢讲啊！得啦，唔系你头先咧呕晒啲嘢出嚟，个胃好空噶，使唔使食翻啲 cheesecake？ 家姐，医生奉劝病人咧，啱呕完之后咧，就唔适合食啲太浓嘅嘢嘅 ，cheesecake 唔啱你嘅，有冇啲淡啲嘅？食苹果啊！Doctor Wu 啊，唔該你出一出嚟啊，我啲嘢同你講。好啊。你估可唔可以將洋葱頭嘅錢捐曬俾醫院做眼科研究咧？能夠幫到真正有需要嘅人係洋葱頭嘅心願。簡單啫，我同醫院建議將嗰筆錢成立一個萬基金，咁好唔好？以前我一直真的以为你很忙，没时间跟我看演奏会。我想我现在明白为什么。其实我真的有些妒忌他。对不住，我这样讲好像对我们刚刚死了的朋友不太尊重。但我想洋葱头
佢唔会想见到你而家咁嘅样。听晚有冇时间陪我睇演唱会？听日先算啦，好唔好？我希望听日见到你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，但是怎样都好，我是不会被你伤害秋兰。Dr. Wu， 我没时间了，停车。不想我啊。我很多谢以前你这么照顾洋葱头，再见。你去哪里啊？我是不会让你回去骚扰秋兰的。上车好不好？我不会回去的。我没说到要回去啊，我不想你又会搞住秋兰啊。我跟你一起回去，我想我这样放心一点好不好？卓生，在个人的立场上，我真的不太喜欢你。但在医生角度来看，你始终是一个病人。我不想看着你在一条公路上肺炎跟着发羊吊。上车好吗？谢谢。我都说我要监视着你了。喂喂，刑事毁坏啊！你咪想去差馆过今晚？你中意佢啊？你都中意佢。系，佢曾经同我讲过，佢好关心我。你住过我哋间医院，佢照顾我哋，但系头先我见佢。我想你误会了一些事情，卓生。你想说什么？你说。嗱，护士对病人呢就一定是关心的，尤其是秋兰这一种。但是他那种关心跟你想的那种关心是不一样的。嗱，我不是说因为我对他先这么说，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。难道他没看过封信？他看了他信不信呢？或者 Dr. Wu 说得啱，他一直可怜我关心我，只不过是当我一个很普通的病人而已，他根本就没喜欢过我。我知道了，你说我会回来是不是？做天使使不使去到这么尽啊？心中泪盏灯，就在大风的夜，我等了又等。悬空的心总在星光中翻腾。卓生，仲未走嘅？唔系，我谂住约咗你啊嘛，今日又惊唔知醒，咪先走。佢咧？边个啊？卓生啊，忘咗。佢仲未走咩？唔紧要啦，入嚟啦，我煮咖啡你饮。随便坐啊。
你睇咗啦？你成晚喺度等我就系为咗呢啲嘢？嗯，睇咗啦。咁就好啦，你终于明白晒啦。对唔住啊，寻晚我冲动咗少少，就当我冇讲过啊。你冇嘢嘛？啊？你真系睇过晒啦？你有冇睇漏啊？ 虽然我唔知你张卡入边写乜啊，仲有两张带啊，冇声噶。不过我接受你嘅道歉，唔该你尽快帮我搞掂份保单，以后都唔再嚟搵我。如果有时间嘅，你嚟医院探下我哋啊，我哋专睇眼科嘅。我知啊，我专做盲生意噶，成日去你嗰度，所以我好了解盲人。 我有时仲会用手去摸佢哋嘅特字书，就好似洋葱头嗰本日记。好多嘢我都喺嗰啲日记度知翻嚟。日记？估唔到佢咁大反应，仲主动约我今晚见面添。不过唔系因为我，而系佢想睇洋葱头嗰本日记。我边度有写日记嘅习惯啦？头先呃下佢啫嘛，为咗见佢，唯有临时整本日记啦。对唔住啊。 我真系唔想再睇落去。唔紧要，个show都喺门，我车你翻去。唔使啦，多谢你张飞。约咗人，约咗佢。 你唔使担心我噶啦，我识照顾自己。有事打俾我。 日记，唉，边人一日写本日记啊？唉，算啦，冇时间啦。唔好意思，我迟到啊。唔紧要，我早到啫。 不过我谂你都系唔好睇啦，我冇其他意思，惊你唔识睇啲特字啫。你识特字噶？梗系啦，十几年，我专做盲人生意嘛。咁你可唔可以读俾我睇啊？喺边度开始讲咧？不如就喺你哋相识开始。 晴天，晴。冇啦。啊，有有有。97年10月16日晴，呕吐。Dr. Wu话呢啲系食完药之后嘅反应。今日有个新嘅见习护士嚟照顾我，佢叫余秋兰，佢乌龙白出，鸡手鸭脚咁，净系听到佢不停咁讲。 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唔好意思啊。虽然佢搞到啲嘢乱晒龙，但系我一啲都冇嬲到佢，仲对佢嘅印象好好添。诶，点解我讲咗以前啲嘢咁耐都冇发作嘅？唔通我讲咗佢都唔知我系洋葱头？只不过当我系一个读紧洋葱头日记嘅陌生人。继续啊。97年11月2日，雨夜，秋兰姑娘话我啲头发太长。 收工过嚟帮我剪头发，出边落好大雨啊！我好惊佢今晚唔会嚟，因为佢已经迟咗49分钟，谂住佢唔会嚟啦。突然听到急促嘅脚步声，仲听到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唔好意思等咗好耐啊！49分钟算得乜嘢？佢肯嚟，我心入边已经好开心。最后佢帮我剪完个头发。 睇起嚟好似个洋葱，所以佢以后都叫我做洋葱头。97年12月7日，星期日，好人。
今日系秋兰姑娘第二次帮我剪头发，今日特别感觉到佢独有嘅清新香味。正喺陶醉紧嘅时候，突然间右边嘅耳仔好痛，跟住我听到佢不停咁讲：对唔住啊，对唔住啊，冇事啊嘛，流咗好多血啊，对唔住啊，痛唔痛啊？对唔住啊，冇心噶。我搏命咁摇头表示唔痛唔痛唔痛，但系佢已经紧张到差啲喊咗出嚟。如果嗰阵我能够讲嘢嘅话，我一定会同佢讲，佢肯嚟，我已经好开心。呢啲痛算得啲咩？够啦，唔好再讲。对唔住啊，你帮我烧咗佢。乜话？佢吉得咁辛苦？喺街度望下望下，你唔想知道佢多啲嘢咩？知道又点啊？你唔会明我依家嘅心情噶。世界上只有杨重头一个会明，佢死咗啦，日记留喺度有咩用？你唔想留住佢同你嘅回忆咩？唔想。话你知啊，我头先真系觉得杨重头又喺我身边啊！以前一直以为可怜佢，但系当佢死咗之后，我先至觉得冇咗佢系几咁辛苦啊！原来我一直都中意紧佢，明明中意人，做咩唔同佢讲啊？明明想佢知道，想一路吹 saxophone 嗰个系佢，点解嗰日唔问清楚啊？明明第二个愿望系想同佢一齐，都唔肯讲啊！好衰噶，我咪从头嚟过啊！只系我嘅回忆有乜嘢用啊？一日啊，一日都好啊，得唔得啊？你点解撞死人啊？点解撞死人啊？冇事噶，吓，我哋事噶，系佢自己撞出嚟啫嘛。走啊走啊，反正我咩都冇晒噶啦，我根本唔应该翻落嚟，我根本唔应该翻落嚟啊！你俾我翻上去啊，撞死我好啦，好挂住你啊！见亲我你都话好挂住我噶，坐。有咩啊？啊，随便啊。你个女啊？嗯，阿明七，唔该。冇谂到啊，咪车你唔识喊啫咧。好少啫。唔系啊，我都唔想死。
咪瞓低傾，醒乜嘢啊？仲有两日，仲翻唔翻嚟？唔翻啦。既然唔翻嚟，就冇搞咁多嘢啦。啲嘢带唔走嘅。我而家知道啦，我净系想见下佢，见佢开心。我就開心。你而家見到啦，係咁嘅啫。曾母豬講得好啱嘅，秋蘭知道楊中頭又走，咪賺佢又傷心多一次。做咩？你唔係想開翻間雀仔鋪嘅咩？呢啲錢當我投資啊。橫掂我帶唔走，台灣用台幣噶嘛。好，就係幾百俾你。你嗰邊有咩想要？咁我走啦。自己小心啲。係。要見到個衰女，幫我照顧下佢。我知啦。唔好搞住人哋啦！你翻人哋啦！你入咗人哋度，咁人哋點啫？系你啦，兴哥啊，咁细声嘅，贵姓啊？点称呼你啊？我姓卓啊，卓生。今日打翻嚟有咩想讲啊？我想讲，由细到大，我都好想打电话去电台，不过一直都做唔到。过两日我就走啦，我要做嘅嘢都做晒啦，所以咪打过嚟试下咯。其实都冇乜特别嘢嘅。咁你咩都做晒噶咯，系咪好开心先？比起之前嗰几日，而家舒服咗好多啦。前几日，咁即前几日好唔开心噶咯？点解啊？因为我睇到世界最真实嘅一面。真实？你唔系话呢个世界好丑恶系嘛？呢个世界一啲都唔丑恶。不过，当你用对眼去睇嘅时候，这个世界就唔同咗。原来用对眼去睇呢个世界，你就会有贪念，想拥有佢，霸占佢。但真系会呃人噶，你呢个讲法都几特别，可唔可以详细咁同我分享一下？我想同大家讲，试下唔好用眼去睇啊！希望大家嚟紧嘅呢一分钟，慢慢咁合埋双眼，用最单纯嘅心去感受一下呢个世界，或者你会发觉一切都会有改变。原来用心去感受系最美丽。最开心的时候，你会有更多的思想空间来扩阔你的胸襟。卓生，你都挺了解自己的。喂，咁啊，卓生，可唔可以唔好收线住，同我倾一阵偈先？我要放少少音乐。嗱，收音机旁边的朋友，如果你同卓生都一样，同样有咁嘅遭遇嘅话，试下用卓生的方法，眯埋。
生人咩？唔好意思啊，佢未打俾你。哦，唔紧要。咩事啊？我知道咁讲系好唔科学，但我真系觉得佢翻咗嚟。你慢慢讲啊，究竟边个翻咗嚟啊？洋葱头啊，系洋葱头啊。我觉得佢翻咗嚟我身边啊，好近好近啊。我系一个医生嚟嘅，我系唔会相信鬼神。不过你而家嘅心情我好明白，你而家系过分思念而产生幻想。通常是一个朋友刚过身之后呢，这种情况很常见的。不如这样，我过来陪你好吗？哦，不用了，我明白你意思的，其实我都知道你会这样说的，但我知道不是错觉来的，洋葱头真的回来了。没事了。对不住，今天打搅了。早唞。呢个字系真正嘅卓志文，我哋先前见过，唔系好人。我呢间本公司查过，佢本人而家仲喺美国放紧大假。为咗你嘅人身安全，我谂你暂时唔好见佢一次，我同你去报案先啦。唔使啦，佢都冇嚟揾我。你冇嘢啊嘛？自己小心啲。今晚系我最后一晚。做咩事成日跟住秋兰？你系咪可以俾秋兰幸福？我可以帮你。
其实唔系我嚟嘅。正话吹萨克斯风嗰个唔系我，但我真系唔想呃你。你唔系话俾我听系洋葱头吹啊嘛？系卓志文。冇事啊嘛！你做咩啫？你又唔识游水，你想自杀啦？我应该一早就知道你系人冲头，吹 sax 风嗰个都系你。
走。杨聪头，你同我企喺度。我唔系。杨聪头又盲又哑，而且佢已经死咗啦。你唔好乱咁谂啦。呢个世界仲有好多人等紧你噶。傻瓜。我是保险经纪卓志文，你知道的。你不是。啱啊，我不是。其实我是个老千，我来呃你的。你满意啦？你不是一直很憎我的吗？你告诉我知啊，你是不是有些什么不可以跟我说啊？你是不是有苦衷啊？为什么你不认我啊？不是我不认你，我真的不是嘛。好啊，在读日记那晚，你只是摸一行字可以读完我和杨聪头以前一切的事。你怎知道啊？除非你是杨聪头啊。你不认我不紧要啊，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理由，但你不理我啊。其实我真的很粗心大意啊，要证实一切的事才知道你是洋葱头啊。我是不是很蠢啊？你要走，现在就走。是啊，我现在即刻就走了。你以后都不会再见到我，我哪个都不是，你不要再估了，走吧。杨聪头死了，他不会再回来，你要好好保重了。走啊，走啊。对不住，阻到你一阵。在临走前，我想问到你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你是他的话，见到他最心爱的人现在的心情，你会想去怎样啊？想他忘记我，重新去爱过另外一个人，好开心，好开心地过日子，不要将痛苦回忆留在记忆里面啊。好，我现在就跟他说，我已经忘记了他的死，亦都唔会带住痛苦走。我会重新爱一个人，我而家爱嘅人就系你啊！佢喺我心里面就根本从来都冇离开过我。你认唔认自己杨春头唔紧要啊，我亦都唔会再理你系咪卓志文啦，因为我知道喺我心里面，我自己一直最爱嗰个人系边一个啊？杨春头，你同我听住啊！我中意嗰个系前面嗰个人啊！你唔好走啊！你唔好理我啊！提醒大家，今晚是流星雨出现的大日子，中国地区是最佳的观赏地方，记住啊，今晚我在节目里陪着你。杨聪头跟我说过，说你第一个愿望是希望他能够看回嘢，跟你一起看流星雨。你跟我看都一样啫，因为流星雨都还没出现。你个人这么好，上天一定会帮你的。好啊，咁你叫佢帮我留住洋葱头啊，永远喺我身边唔准走得唔得啊？其实呢个系我第二个愿望嚟噶，
其实杨葱头都有第二个愿望，不过我想我冇可能。而家咧就系凌晨两点半啦，不如预计仲有十几分钟咧就到流星雨最高峰嘅时间。啊，前两晚打翻嚟嘅卓生，唔知今晚会唔会打翻嚟咧？喂，我系卓先生，我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咁关心我，我想借呢个机会跟我身边的人讲几句说话。为什么你不直接跟他说呢？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说。当我从来没希望得到什么的时候，终于我这样得到他的爱。当我看到他很想拥有他，他就反而还讨厌我。人有了希望就有失望，我很快就要走了。我已经将最难忘的时刻留在这里，不理是开心或者不开心，我都希望这一点一滴的回忆能够令到我最深爱的人好勇敢，好勇敢地继续他的人生旅途。过去这五天虽然很短，但是我都要讲给空气中的朋友听，好好珍惜你所拥有的一切，无论是现在或者将来，纵然匆匆流走，我亦今生无悔。卓生，真是令我好感动，如果你是我男朋友就好了。 OK， 我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？可以帮我点首歌给我最心爱的人听吗？好了，不阻住大家看流星雨的时间，在我收线之前，希望大家能够再一次眯埋双眼，去感受一下你身边的人，一定会有更好更好的感觉。躲不开回忆，最难忘记你，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，我已学会珍惜，再给我一次勇气，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。耶，流星雨啊，亮在我心上，每一天一直烛光照的我的心慌，我只想拥有万人的眼光。流星雨啊，我实现了第一个愿望啊，快点去完啦。你记住，流星雨的出现亦都是你回来的时候。
我终于知道咩叫做流星雨，原来系天空上面流紧落嚟嘅眼泪。唯有你是我的阳光，唯有你。